大家好，我是财富宝，今天跟大家落到来深圳，刚刚在罗湖口岸过了关，沿住罗湖商业城朝住香格里拉方向行。咁今日呢就 book 咗做按摩，咁出咗关行几分钟就到啦。行到嚟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，沿住呢条建设路直行。行到呢个位置过对面马路。行到嚟人民南站建设路 D 出口呢个位置，行前几步就到我今日做按摩嘅地方啦。行过嚟呢度，呢间爱康养生馆。咁今日 book 咗做按摩嘅，而家上二楼。咁职员咧就带我上楼上二楼，见到佢足浴咧系88蚊，同埋按摩99蚊嘅。咁上到嚟足浴区嘅位置啦，咁见到佢嘅座位都有10几个，咁而家时间11:09，都比较多客人嚟做脚底按摩嘅，咁我都安排做翻个脚底按摩先。咁见到佢有洗手间啦。除了洗手间呢，它有一个简单的淋浴区，咁就放啲客人做完按摩冲身嘅。佢呢度都有得睇电视嘅。咁我而家坐喺度等技师嚟帮我做按摩。咁佢呢度呢除咗有水飲啦，佢仲有罗汉果茶喎。呢个呢都几养心。我都好鍾意飲罗汉果茶。咁喺浸腳嘅同時呢，技師就叫我坐過對面嗰邊按咗肩頸先嘅。咁再按埋隻手咧，上半身咧都鬆放鬆翻。啊，係噶，都神清氣爽。咁技師按嗰啲穴位咧都幾準啊，有啲軟點。很酸胀哈，是啊，哦，那个是个穴位，那个穴位按下去会很酸，哦，包括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哇，好状况哈，一点点，哎，这是内观外观，按下去按下去一样的痛，哦，嗯，啊 ，Thank you。咁技师用嗰啲力咧，全部都好柔，唔系用死力啦。咁按落去咧，个膊头啊，啲手咧都放松咗几多。同埋佢按呢几个位咧，哇，劲酸，想缩啊！我懷疑我身體有啲部分咧比較弱雞啲。哎呀，這是什麼啦？穴位，哦，曲池穴，把我們這條經絡的。哦 ，OK。其實好中意咧，佢咁樣啪啪啪，好舒服噶喎，但係自己整唔到噶咯。喉骨，这个喉骨穴啊，就是我们
这条心包经从胸内走到手的话，我要从心包经下来，这条肺经下面那个穴位。哦 ，OK。哇，这边是肺经，然后这边下来是大肠经。哦。系咯，我呢啲位有啲冤咯，咁其他位置都 OK 嘅。咁而家洗一洗对脚，然之后做脚底按摩啦。放松，咁啱啱洗完脚啦，咁而家开始按脚啦。呢度啲技师咧都几细心啦，因为我今日着短裤出嚟啊，咁惊我冻亲啩，咁就俾一条毛巾我冚一冚。你的合适吧？可以接受，不重哈。嗯。好。刚刚好。放松。来，放松。够味。这里是什么了？那个是涌泉穴，肾上腺的反射点。哎呀！穴位这里前脚底下唯一的一个穴位。是脚部、头部的反射点。嗯，这里 OK， 没事。嗯。你拍不到，家里要找一个人来帮你拍啊，应该可以啊。嗯，家里拍不到。在这里。调经络的交会穴叫三阴交，这个穴位很酸胀，哎呀，就是管我们肝、脾、肾三条经络。那么说我的肝脾很差了吧？那也不是这样说，它这个穴位它本身就是酸、麻、胀、痛的。OK， 每个人感觉不一样的。就是按这个三阴交呢，又可以调理我们女性的妇科这一块的。咁咧，我唔系个个地方都咁酸嘅，呢啲位咧都冇事，系某一几个位咧，成日咧都觉得好酸酸痛痛咁样。
按呢個位咧，碌下碌下嘅時候咧，跟住個腳一個位咧有啲酸啊，都係。哎呀！这边非常酸胀，这也是一个穴位，这也是一个穴位。呢一个位咧酸到有啲，哇痛，缩脚缩脚。我咧唔知做咩，有啲位咧真系好鬼弱雞。这里也有穴位，痛吗？这一块？不痛了哈，不痛了就放松，很舒服。按完腳啦，而家洗翻對腳，轉頭去按身。見佢哋呢度用嘅嘢好多都係一次性，咁雖然話有啲唔環保啦，但係感覺咧就乾淨啲，同埋坐喺度睇住電視按摩咧，感覺都 relax。哇！佢食嘢啊！咁技師咧，首先燒著咗呢個艾條嘅底部先，哇，聞到都好香，嗰啲艾草嘅味道。咁我朋友嗰個艾草咧，呢個嘢咧已經點著咗噶啦。咁技師咧就而家就幫佢做個按摩先。咁技師首先咧就幫佢按咗個背脊先啦，咁放鬆咗啲肌肉先可以做到個按摩嘅。咁見到佢嘅手勢都唔錯喎。咁見到我 friend 咧瞓著咗，可能實在太舒服啦。哇！見到個艾草嗰條咧，佢都燒得幾勁下。
咁咧，技師而家將頭先點好咗嘅艾草條呢個嘢喺我朋友背脊上面咧，就碌下碌下，應該 feel 到一啲熱力嘅。咁艾草條會令人放鬆啦。先吊得佢。見到咧，佢頸部嗰位咧，佢比較啲艾草嗰啲煙咧，熏下熏下都有少少紅，不過舒緩到頸部嘅壓力。咁佢呢度都有雙人房做按摩嘅。咁啱啱技師都鋪咗一個一次性嘅床墊先啦。咁咧，如果呢度做按摩咧，技師都會封咗出面個窗嘅。唔該。啱啱技師咧幫我鬆咗背脊啊、小腿啊、腰嗰啲淋巴嘅位置啦。咁可能因為平時咧翻工坐得多，咁有啲淋巴位咧係好實啊。咁頭先佢都幫我推翻鬆，佢再按嘅時候已經冇咁酸啦。咁而家啱啱反轉咗個身啦，佢而家幫我按翻個頭。因為頭部咧都比較多穴位啦，咁可以舒緩到平時嘅眼睛嘅疲勞嘅緊張。咁頭部咧都有好多穴位啦，佢而家按嗰啲位咧，哇好酸，好酸啊！有時有啲位。有一啲位好酸咯，個頭係喺呢度啊，又未去到痛嘅，但係有啲酸酸地嘅感覺。好啦，啱啱按完全身，咁有啲位置咧都湿湿地。呢度技师冇话要俾小费，咁而家出嚟埋单，再讲翻俾大家听，今日做咗一个钟身同埋一个钟脚几钱先？望翻出嚟咧，出面都好多人做紧脚底按摩啊！你哋啲姐姐帮我按，我又帮你按翻咧。是不是很舒服啊？舒服都睡著了，你好乖啊。咁呢度出翻去出面埋单嘅，咁同大家讲翻头先做咗几多钱啦。咁做咗个足浴
78蚊。另外做咗个90分钟推油180蚊。咁朋友做嗰个艾草咧就60分钟160蚊嘅。咁呢度咧入咗会落张卡度300蚊咧就有会员价。咁、那个如果你做得多咧都几抵嘅。咁我哋两个人啦消费咗418蚊。咁今条片就影到呢度先，中意嘅朋友记得俾翻个 like 我，同埋订阅翻我频道啊！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